现在是早上8点半，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正式比赛倒计时一个星期，然后早上我什么都没有吃，现在准备去健身房做空腹有氧训练。我现在刚刚做完有氧，然后现在很饿，来看一下我们第一餐吃什么。我第一餐吃的同时会喝这个。这个就是醋，然后制作方法呢，等一下会告诉大家。这里有19克的果仁，是我的脂肪来源，第一餐的脂肪来源。然后这一颗呢是，多种维他命，然后这两颗呢是补钙还有补维他命 D 的。那这里面呢就是全是蛋白，加了一些 salsa sauce，就是蛋白，这差不多有15到16个蛋白吧。然后这将是我们的第一餐，很简单。1点半，距离上一餐我们已经过了3个小时，现在我们来吃第二餐。这里有19克的杏仁，还有一些胡萝卜，然后还有6 ounces 的鸡胸肉，加了一点 salsa。现在呢，我们准备吃第三餐，吃完这餐呢，我就会去健身房做有氧、腹肌，还有一些弱项肌肉群的一些训练。这里有1饭盒的吞拿鱼。然后2片米饼，这也是我一天当中唯一的，差不多是唯一的碳水来源，然后还有一些果仁。在有氧运动之前呢，我会喝1勺的咖啡，无糖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很苦。我们现在做一个腹肌侧腹的训练。下一个动作呢，我们做侧卷腹。3个也是最后一个侧腹的动作，我们选择 twist。腹肌训练完了以后呢，我们来练一下一些弱项的肌肉群。那现在首先我们先来练背。最后一个练背的动作，我们选择做这个。OK，第二波有氧开始了，速度3.5，坡度10，然后45分钟，Let's go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。现在刚从健身房回到家，做完有氧运动，然后感觉很累，然后现在看一下我们第四餐吃什么。这里是6 ounces 的鸡胸，然后1块小米饼，外加一些果仁。每天只有3块米饼作为我主要的主食碳水来源，所以说真的是非常辛苦。现在是11点钟，我们来吃最后一餐，6 ounces 的鸡胸肉配上一点 salsa，外加一些少量的胡萝卜作为蔬菜，作为健康的因素。然后就是果仁，健康脂肪。那么还有这一瓶。苹果醋，我们会就着这顿饭喝下去。这是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会喝的，苹果醋。现在是12点钟，我们准备去洗澡，然后我会用这款产品，它作用就是，让你的皮肤保持干燥，
而且重设你的皮肤的酸碱程度，那么它可以帮你就是在比赛的时候上颜料会好看一些。然后我每2天会用一次，